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闲观》。在门诊的时候，病人常常会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脚会肿啊，水肿。在小腿那个地方，给它按下去啊，哎，它似乎就是有个凹陷的一个痕迹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最会担心就是肾脏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的女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这个整天这样站着久了，那么局部有点点压下去，有点凹陷，这其实很多都是正常。当然，如果担心的话，我们做一点这个检查，抽血的一个检查是可以有一些帮忙，或者是验尿的检查。所以肾脏是可能产生出我们脚部有水肿的原因之一啊，但是绝对不是它是就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啊。心脏也有可能，心脏我们心衰竭的时候，心脏无力的时候，哎，这个血液回流会发生问题，那当然也会产生水肿出来。另外还有个跟我们的肝脏或者是跟我们的营养有密切相关的，也就是我们血液里面啊，会有这样子，在血管里面，不是血液中的血球，而是血液中的血浆这个部分呢，有这个叫做白蛋白。白蛋白的意思啊，它的一个整个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想象说，它可以抓住很多的水分。它除了本身是一个营养的一个传送的一个物质以外，它也可以把水分抓住，抓住的结果，这个水就不会跑到血管外面去。如果跑到血管外面去的时候，当然按下去变成有水肿的机会，它就会产生出来。所以白蛋白也是如果它的量不够的时候，它水抓不住，抓不住就会跑出去的意思。那白蛋白它在我们的一个这个血液里面是在血浆这个地方，但是它的一个制造是由我们肝脏制造的，所以如果肝功能不好，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肝功能这个有问题的这个病人的时候，白蛋白制造不够，或者说这个身体上某些状况使得我们营养不足的一个情形的时候，白蛋白会不够，这时候它会产生出水肿。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给它补充白蛋白，不过更重要是要知道它原因，到底白蛋白不够的一个原因是到底在哪里啊？所以现代人呢，营养不良的一个情形啊，相对是比较少一点的。不过某些疾病啊，还是有可能产生。在以前的时代，这个画的是14世纪的时代，这些一群人呢，假如当时有抽血跟他们做白蛋白的话，相对啊，这比较不会低下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都是皇宫贵族啊，聚集在那个地方啊，来去大家彼此有一个仪式，或者是召见啊等等的那样的一个互动。好，请大家注意的倒不是他们这个脸上看起来比较营养很够的一个状况，注意他们穿的衣服，这个不是说都是女生哦，这个男生哦穿的衣服也是一样，是罩袍，像这个袍子一样的，好像我们女生穿的这个连身的那样的一个裙子也好，从上身就到裙子底下那样的一个罩住身体的那样的一个罩袍，他们穿的都是这样子。这个在从14世纪1330年代以后发生很大的改变，意思就是说服饰上面呢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会舍弃这个罩袍？因为罩袍本身呢，你要去清洗啊，这个也不方便。那不清洗不方便的结果，它就容易成为感染传染病的一个来源。所以人类的一个传染病史跟衣服其实有密切的关系啊。衣服可以清洗以后，这个传染病发生伤寒啊，或者是某一些可怕的这传染病的一个几率，当然就会减少很多。好，那为什么14世纪那时候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纽扣发明了，纽扣发明了。纽扣这个当然不是14世纪，这个大概19世纪的这个画作。纽扣，你看有钱人纽扣就要非常多，里面有内的这个服饰的纽扣，外套也有外套的一个纽扣啊，这样来彰显出，这个他身价不同。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彰显他身价不同啊？待会跟大家报告。好，这是刚刚是19世纪，这16世纪啊，你看也是纽扣很多，这表示啊非常有钱。那主要的一个情形就是，透过这样子，他能够把衣服啊变成是可以分离式的，而且可以剪得很比较合身式的一个方法的时候，第一个彰显出他的一个有钱，彰显他的一个富有。第二个，清洗上他可以分各个不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达到的一个效果也比较好。可是罩袍还是依然在某一些的一个这个职业，
或者是某一些特别身份的，他们还是穿着这样的。比如说某一些神职人员啊，大家又知道他这个衣服啊是很粗糙的，所以磨在皮肤上面啊，也有一些提醒的一个作用。这也是宗教感人的力量之一啊。好，那为什么这个刚刚讲有钱人他这个纽扣啊，是要做的特别多啊？因为很贵啊。这是十七世纪西班牙出土的这个纽扣啊，这个非常贵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后续啊，也有用木头去刻的或者去做的。那最早以前都是那些金属做的这些纽扣，所以它上面还有很多的图案来彰显出它的一个身价，所以纽扣多就表示它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了纽扣以后，衣服就有这样可以扣起来的状况。也跟大家请教一下，男生跟女生的扣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纽扣可能没什么太大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放纽扣的位置，女生呢，在这个地方是右边上面的地方，是纽扣所在的地方，男生的扣子是在右边下面的地方，是纽扣。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差别？有，男生要自己扣扣子，所以右边的这个在底下的时候，这个右手来去扣比较方便。那女生为什么右边的纽扣是在右边的上面，衣服的上面呢？主要是她仆人帮她扣，所以对仆人讲起来这样比较顺手，所以表示男女有别啊。女生那时候能够有扣子的，那都是很有钱人的，所以他自己不需要扣，请女仆帮他扣的意思啊。不过言传至今呢，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啊，历史的一些轨迹啊，当然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不过纽扣我们也很重要，现在是扣肚子的一个情形啊，那他扣肚子以后，我们就要了解自己身材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没有。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觉得倦怠无力然后体重减轻，所以这个扣子啊或者是腰带会发生一些改变的时候，再到医院里面来做一些检查，结果发现这是肝脏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肿瘤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再给他进一步做电脑断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有肿瘤在这个位置。所以大家讲这答案不就很简单不是说很简单了，治疗上应该就是这样子，根据肝癌的一个状况我们去给他做治疗，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医疗你一定要用多方面的一些思维去考量很多的事情啊，体重减轻，肝脏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是肝癌，还是说这不是肝癌，都有它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给他照一个 X 光的时候，大家看得到这里的 X 光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啊是不太对的，正常这里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情形。再给他做电脑断层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个肿瘤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所以这是一个肺癌，这是一个肺癌，它本身是一个肺腺癌，所以这个医疗上是诊断出来其实是肺腺癌转移到肝脏去啊，所以这个后续要赶快给他做一些治疗。结果这个病人啊就没有接受医师的一个这个劝告，所以就跑掉了。跑掉以后才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大家也看到这个肿瘤就变更大，变更大的状况。而且这个肿瘤变更大的一个状况是这样，伴随有神志不清啊，神志不清。所以在做脑部的核磁共振可以发现大脑这个地方也有转移的情形啊，所以表示这个发现的时间晚，然后又没有赶快及时的接受治疗啊，对病情的掌握当然就比较不好，所以那时候就要给他标靶药物的治疗，还有电疗，还有这个化学治疗，来给这个病人做赶快把这个固守这个防线啊，不然的话就是变成兵败如山倒的一个状况。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肺癌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还是有缩减的一个状况。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啊，我们能够早点治疗，早点遵循医嘱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发挥枢纽的作用。感恩你收看，再会。